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迁贡下士师，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披麻戴孝，杜太后驾鹤西去，动作频繁，赵匡胤杯酒释圈。公元961年七月间，注定了这是一个动荡的年月。在长江之南，第一大国南唐换了新的国主，咱们跟昨天说了啊，换的是谁呢？李煜。在江北的中原第一强国宋，同样呢也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国的政令改动。没有任何预兆的，宋朝在乱世中国家安危的根本支柱，都城禁军里的高级主官们突然间被大面积罢免了。这些人类包括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辉等人，一个个是威名赫赫、忠心耿耿，从来都没听说过他们有过什么反叛的迹象，怎么就一夕之间全都丢官弃职了呢？能够想象外界当时是什么反响吗？严格的说，当时没有人会知道自己已经成功的摆脱了血腥杀戮的五代十一国时期，就算赵匡胤本人都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南唐后蜀、北汉、吴越等等等等国家毕竟还都与宋朝并存呢，虽有强弱之分，可是谁敢说最后的胜负啊？而在五代时期，国王与自己的统兵大将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诚信关系，就像现在这样，突然之间禁军首领几乎全部罢免，在人们的记忆里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血腥政变。但是实际上呢，至少在史书文献的记载里边，事情进行的是波澜不惊，一切都像是微风细雨一样和平轻松，赢的人如释重负，而所谓失去了什么的人也同样的额手相庆，似乎这是一个双赢的事儿。这件事历史上怎么记载呢？是这么说的，说当年七月份的某一天晚上啊，赵匡胤下了晚朝，把石守信等亲信呢都留下了，哎，邀请他们到内宫去喝酒去。喝到兴头上的时候呢，赵匡胤突然非常的不快乐，说要不是你们呐，哎，我可真做不了这皇帝，可是我现在难受啊，我没有哪一晚上我能睡好这个觉的。石守信等人问皇上：“您这话怎么说呢？怎么回事啊？”赵匡胤的回答直指要害：“居此位者，谁不与为之？”那以后的事就都知道了。石守信等人伏地请罪，发誓绝无二心。赵匡胤宽大为怀，给他们指出条后活路啊，即释去兵权，出手大藩，并且赐予大批的金钱田产，歌儿舞女，哎，使彼等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到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都因病退休了啊，叫称疾请罢。赵匡胤遵守诺言，给他们一一安排了新的工作。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中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除石守信本人还保留了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个虚衔以外，其余所有人的禁军官职一起罢免。尤其是继慕容彦昭的殿前都点检这个极为敏感的职位之后，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位也被永久取消了。而在各种史书当中，比如说《宋史》《纪事本末》以及《自续资治通鉴》，都在石守信的这个仍旧兼职之后附加了一句：“其实兵权不在也。”谁没谈了？以上就是被世人大肆称道的宋太祖仁政之一杯酒释兵权。千年之间，无论怎样细查，怎么怀疑，至今呢也没有谁能发现并且证明这件事是假的，于是呢就没法不称道赵匡胤是真的挺仁义的了。比之刘邦、朱元璋那样的大杀开国功臣，赵匡胤做的是好的太多了。但是细想一下，也没法不摆出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石守信等人是开国功臣吗？啊，第二，赵匡胤是不能杀，或是不敢杀，还是没有必要杀呀？
首先说一啊，当刘邦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时候啊，都是到了天下一统之后才开刀的。那么赵匡胤呢，这个时候呢仅仅是把原来后周的天下稳定下来而已，根本谈不到什么开国。而石守信等人最大的功劳也只是在陈桥兵变的时候啊，或里或外的推举赵匡胤政变成功而已。说的开国功臣呢，他们还谈不到，最多只能算是立国功臣，推戴有功，哎，是这么一回事。再说二，赵匡胤为什么要杀他们呢？他们真的是威胁到了他地位以及生命了吗？根本谈不到啊，他们的威胁都是潜在的，最多只是怕他们步赵匡胤的后尘，也被部下逼着当皇帝而已，这有多大可能性呢？犯得着刀头见血，让极力维护的这种和平形象受损吗？所以所谓杯酒释兵权呢，可以看得淡一些啊。他的确是可以算是赵匡胤的人证之一，这没跑了，也给赵宋的官家以后们呢是立了一个好榜样，也没跑。但是他与刘邦朱元璋等人大杀功臣的行为啊是不可比的，因为忠赵匡胤一生以及赵光义一生，甚至赵宋所有官家皇帝这一辈子都没有达到刘邦朱元璋的境地，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来大杀开国功臣。除了以后的宋高宗赵构，此人才真正杀了他的开国功臣，杀的千年以来无数国人是扼腕痛恨的，这是后话啊，咱们等讲到时候再说。时间过得飞快，几乎就是一转眼之间，公元961年这就过去了。紧跟着下一年，公元962年，平淡无奇就这么着过去了。在中国历史上，从961年7月份开始，直到962年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没发生过任何的刀兵征战。尤其是赵匡胤，乖得出奇，他几乎是整月整年都窝在自己家里边，任由宝贵的黄金岁月匆匆而过，放任自己发霉腐烂。好像是说这时候赵匡胤已经满足了，只是想在乱世中做一个平稳度日的守城之主。但是奇怪的是，他身边的人呢，可都累坏了。那么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呢？首先还是军队，继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仍然对他的军队不满意。你要知道，军队始终都是一把刀，不仅要对他放心，还要让他有用。在放心的一面，赵匡胤的智慧让人没法不佩服。历史证明，杯酒释兵权仅仅是他改良军队的前奏，后边的事儿才是他治军之道的精华。通过改换领导，殿前的督副都点检呢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到了962年9月，石守信的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也被罢免，而且从此就撤销没有人再有这个职位了，并且从此呢把马军与步军分开，使他们各自为政。从那时候起，两司变成了三衙，其长官就是后来宋朝军中啊统称的三帅，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南北两朝变成了三国鼎立，哎，我看你还怎么联合起来作怪。但这仍然还不够，赵匡胤在三帅之下呢又涉及了四卫，即属于殿前司的铁骑军、控鹤军，属于侍卫马军司的龙杰军，属于侍卫步军司的虎杰军。这四卫下边再各设四乡都指挥使，再一层的剥离四卫的兵权。但是这个呢还不够，兵权如此细分，赵匡胤认为还是有危险的。他进一步规定，这些将军们加在一起也仅仅是拥有了卧兵之权，即平时由你们负责训练、值守、签补、赏罚，真正调兵之权他们一点边都别想占。要调兵得去找枢密院，而枢密院应名是全国最高军事统治机构，但他也仅仅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喉舌而已，他只能接受皇帝的命令，然后由他发布由哪位将军具体统兵。由此军中三权分立，不论是谁也无法直接掌握一兵一卒。按说这样赵匡胤应该放心了吧，伯家还不行。赵匡胤结合自身的发展轨迹，又找到了新的隐患破绽，那就是将军们身边的亲兵。赵匡胤下令，无论什么级别、什么高度的将帅，都绝对不允许拥有心腹亲兵，严禁军人培养自己的私人力量，违令者斩。这一条是重中之重，赵匡胤咬得极紧，不管合不合情理，对谁都一视同仁，就连他的义社兄弟、开国的元勋、被赐予殿前都指挥使贵为三帅之一的韩重赟，被人告发拥有亲兵啊，仅仅是怀疑有啊，都差点被赵匡胤砍了脑袋。这一步针对有用，那赵匡胤的措施非常的得当啊！这一步棋做的下的非常好，他爱惜并且重视士兵，是特殊工种的劳动人士，军饷赏赐绝对优厚，金币捐钱是无所爱惜，但是一定要守规矩。
针对五代十一国期间骄兵逐主帅啊，汉将废帝王的血淋淋的教训，赵匡胤命令全军严格遵守接机之法。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官大一级就真的能压死人，而且不仅能压死你，上级军官还真正握有了生杀大权。怎么讲？士卒之将校，将校之统帅，统帅之朝廷，彻底断绝以下犯上作乱骄横的不法之心。为了贯彻这些前所未有的命令，赵匡胤不惜大开杀戒，翻开宋史，因此一次杀29人，杀40人，杀120人，屡有记载。没办法，五代时期啊，军汉强制，不杀不足以立威，甚至不多杀都不足以立威。这还没完呢，在开封城里，赵匡胤还有各种各样让军人暗自叫骂的阴损招数，比如说为了锻炼军人的体格，以及呢让他们保持勤劳防止懒惰，每到发粮饷的时候，赵匡胤就命令城东的兵啊去城西取粮，城西的兵呢到城东去取粮，他本人站在城中的制高点，哎，看着满城大兵们各自背着至少两担啊，就是200斤的粮食，从巨大的开封城从这边走那边，那边走这边，而且他还规定，哎，不能雇车或者是找人给你帮忙。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赵匡胤全心全意的梳理打造自己的帝国内部，要尽快彻底的把他从后周偷来的江山改造成功，变成他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对军队的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的发现。他的命令啊还会不断的增加，直到后来达到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完美境界，这才算是大功告成了。时间飞快啊，转眼到了公元962年年底，又快过年了，开封城里大小官员们都被赵匡胤折磨了一整年，都盼着放假休息分年终奖。哎，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这样，只要刀子还没架到脖子上，到了年底就会尽情的找乐子。这绝对不是不包括当时的赵匡胤啊。赵匡胤还是阴沉着脸，整天见不着个笑容，而且他还行踪诡秘，尤其是当天这个天时不正，雨雪纷飞的时候，一旦到了这种啊，这个案发呢，这率非常高的天气的时候，他就越发的神出鬼没了。据传说呢，就在一个正下着大雪的晚上，他突然出现在了赵普的家里。雪地里的赵匡胤显得异常，因为他笑了。他呼赵普妻为嫂，为至炙肉暖酒。然后在远离了皇宫群臣的环境下，他才向自己的首席谋士说出了心里话呀。吾夜不能眠，一榻之外皆他人家，故特来见卿啊。我睡不了啊，哎呀，我这个睡觉的床以外的地方全是别人的，所以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来见你来了。之后两个人谈了很久，关于新兴的帝国是否要发展，要向哪里发展，就在这一夜里定下了基本方针。但是说到底，当时的赵普直接把一张尽人皆知的奏章扔给了赵匡胤，也就是了，就是王溥的那一篇平边策。哎，无非就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何必赵普多费口舌呀，而我再多费笔墨呀，啊，是不是啊，我们再多说呢。但是呢，有一点无论如何要注意到，就是关于北汉的处理。柴荣除了第一次因为报复而出征北汉之外呢，从来就对那个弹丸小弟不屑一顾，他的目标啊直接定到了战略意义比天都大的燕云十六州。而纵观日后的赵氏兄弟，无论是知兵的赵匡胤还是素不知兵的赵光义，都把北汉放在了首位，不下北汉不顾燕云。这里边的区别我们以后呢会细说，只是历史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之后呢，就像赵匡胤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脸，他要的机会，最适合他的机会不请自来了。话说当时是五代十国，细算其中是十一国，而再细分里边还有很多不足称国但是又特立独行的国中之国，荆南湖南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湖南最早是一个叫马殷的许州鄢陵人呢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最初啊只有谭邵两州，就是邵就是湖南邵阳啊，只有这么两州，不断苦心经营啊，这才逐渐发展到后来的七州。就这么大一地盘，按说不会太招人眼，可是很不幸，他遇到了早年雄心壮志不甘寂寞的李璟。凭着老爹李昪留下来的家底儿，李璟很快就拿下了湖南，但是随后他就被拖进了泥潭里了。反复的拉锯再加上柴荣对李璟的折磨，马氏的部将啊刘岩趁机呢收复了湖南，之后呢就被部下给干掉了。最后的受益人呢叫周行逢，
啊，就在962年年底，他也死了。死后湖南的局面呢，就像柴荣死后的后周一样，11岁的小孩周保全要比7岁的柴宗训呢大上一些，但是无论大他多少都没有用，因为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个差不多可以平起平坐的老战友张文表。周清逢刚死，张文表毫不犹豫马上起兵反叛，周保全有点慌了，严格的说是周保全身边的大臣们慌了。他们一边派出湖南大将杨之藩出兵平叛，一边呢向赵匡胤求救，因为之前周家一直向北方称臣呢，而无论是柴荣还是赵匡胤都承认他们的臣属地位啊，那是了，我这遇上事了，我当然要找你这个主子了，对不对？消息传来，开封城上下军民人等都不由自己的深深呼吸，接着两眼烁烁的放光啊，据说这人类见钱眼开时候共同的生理特征啊，他们都相信此时皇宫里的皇帝陛下一定也和他们一样的反应，等什么呀，出兵打呀。但是让他们咬牙切齿的是，他们这皇帝居然对此毫无反应。赵匡胤脸色平静，他对周保全派来的向他喊救命的人说了，说别着急，干什么呀，跟屁猴子似的，别急、都下去歇一会儿去、过两天等信儿、就这么着，来自湖南心急如焚的使者被不咸不淡的就这么给打发下去了。之后呢，赵匡胤也开始深呼吸了，我的天哪，这机会可真来了啊，他比谁都清楚少不经事的小孩子这个周保全和湖南那个没经过大场面的小朝廷已经引火烧身了，别人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可是这些个乱了方寸的人却是因为啊张文表这只狼引来了这只空前巨大的恶老虎。那他还等什么呀，湖南都出现权力真空了，他不马上出手，湖南周边的荆南后蜀南唐哪可都是虎视眈眈的，湖南是块肥肉，谁吃谁壮啊。但是面临机遇才能撑出一个人真正的斤两，赵匡胤不急不躁，直到等来了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他才做出最合理的判断。信息回来了，是他派到荆南，也称南平啊，吊唁的使者卢怀忠。荆南这是另外一个名为藩臣时同割据的小朝廷，他最初的统治者叫高继兴，是五代开始时大终结者朱温手下的大将，官拜荆南节度使。当时的荆南呢，小得可怜，只有江陵一座孤城，而且久经战乱，破败不堪。高继兴几乎是胼手抵足啊，一点一滴的呢把家业做起来的。传到宋朝建立啊，荆南的主人叫高保绪。高保绪呢毫不例外的向柴荣向赵匡胤都称臣纳贡，以求平安。历史记载他和他的前任哥哥高保荣啊都到了一岁之间三入贡的孝顺程度。但是非常不巧，在周清风还没死的时候他先死了，荆南就交给了他的长子高继冲。赵匡胤是仁德之君呐，对臣下的死非常难过呀，专门派出了吊唁的使者。使者这时候回来，给他带来了一些跟婚丧嫁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信息。陛下，荆南甲兵虽整，而空闲不过30,000；年谷虽登，但民困于暴政，取之易耳。好了。赵匡胤得到消息了，哈哈大笑，心怀大畅，一幅地图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清晰无比的映射出来。从北方的宋朝出发，要到达周保全的湖南，中间必须得经过高继冲的荆南，而荆南又深深的迈过了长江，也就是说有朝一日从荆南出发去南唐，你别说坐船了，就是光着脚走路，那路上脚上只会有土，绝对不会变成泥。得了，还有比这更妙的事吗？赵匡胤再不迟疑，出兵。哎，按照原先的军事布防分区，京湖一带正是宋朝第二号军事强人慕容彦昭的主战区。好，就由这个慕容彦昭来负责这次出征，并且派出赵匡胤原来的幕僚老班底，当时已经是枢密院副使的李楚云监军，同时再任命太常卿边光，哎，就职襄州，命户部滕白为南面军前水陆转运使，全力以赴供应慕容彦昭的军需物资。那么慕容彦昭这一战是否能成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
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